5年前，被家暴的赵春燕错手杀害了丈夫。逃亡多年的她与几个命运相似的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。赵春燕收留了一位被父母虐待的女孩张培新，赵春燕对她百般关爱。4岁的张培新因为偷东西被警方抓获，通过审查，警察发现赵春燕是通缉多年的逃犯。种种迹象让警方怀疑张培新是他诱拐而来，于是对他进行了审问。Action。姓名，赵春燕。年龄，31还是32的，有点忘了。职业，没有职业。5年前你为什么要杀害你的丈夫？我那顶多算正当防卫吧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当时他喝了点酒，就又打我。旁边把刀就捅了他2刀，而那天不是他死，那就是我死。那之后你逃到哪儿去了？我没逃，我一直在这城市里生活来着。好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这个老人家你认识吧？认识，这几年我们一起过。所以是你把他的尸体埋在你们家院子里的？嗯。你们几个人埋的？就我一个人。他得重病死了，没钱买墓地，所以就埋了。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没啥关系，一起搭伙过日子呗。弃尸是重罪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朝夕相处这么久，你就这么把他抛弃了？我抛弃？我顶多算是把别人抛弃的捡回来了吧。要抛弃是他家人抛弃。那我再问你，这小女孩是你诱拐的吗？没有拐玲玲，我是怕她饿死了才把她带回家的。她不叫玲玲，她叫张培星。她现在在哪儿呢？她想自己的妈妈了，回她原来的家了。玲玲自己说的？她不叫玲玲，她叫张培星。玲玲不可能自己说那话。小孩怎么会不想家呢？小孩怎么会不需要自己的母亲呢？只有你这么想吧，生玲玲那女的未必这么想。再说了，所有女人生了孩子都有资格当妈呀。你不生孩子，你就当不了母亲。据我们了解，你没有生育能力，所以你羡慕别人有孩子，你就诱拐了别人的孩子。是吧？你说是就是呗。你承认你这是诱拐了？可能因为我小时候比较恨我妈吧。我妈跟玲玲她妈一样，生了我就没管过我。小时候总饿着，把我一人关家，还打我。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女人也没资格当妈，所以我就没把玲玲送回家。你说是诱拐就是诱拐呗。他平时怎么叫你？平时可能就饿了的时候就说喂我饿了，然后就给他下点面条。冷了的时候呢就哎我冷了，就给他披件衣服呗。这都算称呼吧？喂，哎，
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吗？宁宁说管你叫妈妈。哎，这孩子。我想来看你，不见了。Unbelievable， 这是个现场一条的表演，哇，厉害！我很喜欢。有请辣木洋子。平复一下心情啊，辣木平时都是逗人笑的。他一笑的时候就特别的喜剧欢乐，然后一丧着脸就特别悲哀。对。希望他的这段表演。打动了各位，我觉得演得非常非常好，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处理得挺高级的，而且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他年龄，我现在正在看他才25岁哈，我觉得其实25岁能够内心这么含而不露吧，但是又能通过一个不太丰富的一个面部，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涌动。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长镜头，但我知道一个长镜头之后我挺惊喜的，因为你这张脸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近景啊，出现在屏幕上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跑神腻歪，而且你台词说得很好听，我说好听不是指音色优美啊，就是说虽然都是平平的语气，但是我还是能听出里面很多细微的感情变化，而且这么长一段戏就是没有剪辑直接表演下来的话，就是说我觉得已经真的是不能再好了，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表演和他的风格，而且我觉得更惊喜的是他还那么擅长演喜剧，我听说他常常恶搞《还珠格格》什么的，对，因为我之前做短视频的，以后再多做一点没事，反正我还没看呢，多做一点给我看。我是觉得一个演员能在两集当中都能够伸展自如啊，这个用凯歌导演常说的一句话叫做"老天赏你饭吃"，对，对，谢谢谢谢赵导演，我也非常喜欢，我对你不太了解了，但我看遇到你在那个后台，看到你是一个喜剧的嘛，是吧？我真的吓一跳，原著那一场戏，你把它改了，你没照他的方法演，所以整个性格不一样。我刚刚变了一位观众了，因为你已经盖过原著那场戏了。我觉得这场戏在我遇到的很多女主角里面不是那么容易拿得下来的，所以你是有天分，你是吃这行饭的，我给你的分数很高的。我说电影金像奖香港的啊，有时候它不需要戏多的，一场戏就可以提名，就可以拿奖。光看这段戏里面，我认为我给你100分，我认为你是有机会当影后的。哇，这评价太高了吧。哇，因为其实我的有一个目标吧，就是说必须拿到一个 A 类影后，但是大家大部分听到我的这目标以后，大家就是哎笑笑过去啊，就觉得在开玩笑啊，就是一直状态开玩笑，但是其实我内心里是真的想，
我自己接尔冬升导演一说，我觉得妈，我这么大导演都说行了，我看以后真行。辣目洋子的表演是非常松弛和自信的，他的处理是很极度生活化的。我们说这种生活流的表演，他其实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控制力。有几个瞬间我都觉得我其实挺相信我在看一个纪录片的。我跟有一些特别厉害的演员，我跟他们聊天，我说你们演到现在你们追求是什么，他说我们有时候会追求演得像一个不会表演的人，就他真的让你相信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。所以刚我觉得好的一点是我在辣目洋子身上看到了几个这样的瞬间，是特别自然的一个反应，没有太多的设计感。我觉得这刚那段表演在年轻的演员里面是数一数二的。嗯，对，谢谢谢谢郭敬明导演。松弛是自信的表现，你的表演太松弛了。我提点我的看法和建议啊，因为我演的警察比较多，基本上犯罪嫌疑人啊在接受审讯的时候很少用眼睛直视警察的，而警察恰恰是直视着他的，要通过他的一举一动来判断。我倒觉得就是你前面看警察看得太多了，少看他们几眼，当必须要看的时候，这一眼反而特别重要，就更显突出和震撼。希望这点建议对你今后的表演能有帮助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李老师。三位导演都讲了啊，确实是辣目洋子这段啊演得挺好的，这个起承转合啊，这节奏上的变化呀，情感的流露啊，自嘲啊，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，对孩子的深深的爱啊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层次的表达出来了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角色里头啊，其实还应该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当这个女警察问道，你知道孩子怎么说你吗？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吗？我突然想到，也许你会在此刻抬起头来盯着这个警察，你太想知道这小女孩说你什么了。但是你把这个点用在了后边。玲玲说管你叫妈妈。我觉得如果你要用在前面的话，我就说哎呀，这人好可怜，因为这人内心，他从小遭受家暴，啊，他母亲对他是这样的，好可怜，好自卑。一个自卑的人，他才有可能在遭遇家暴的时候，把他这为非作歹的丈夫给误杀了。啊，不是吹毛求疵，是说，倘若你在表演的时候能够更多想一层，也许会更精彩啊！谢谢你，真的演得好。谢谢导演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刚刚表演完的两组演员回到舞台上。导演们在定级卡上写下你们最喜欢的刚刚表演那个片段的演员。凯歌导演，请。黄奕，尔冬升导演，辣目洋子。郭敬明导演，辣目洋子。赵薇导演，辣目洋子。当我看到四位导演都没有选我的时候，我就吓到了，我就想着，哎呀，这下我惨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恭喜辣目洋子在刚刚这一轮的导演选拔当中获得了三票。我们写好了，但是要用 S 卡了。胡杏儿，胡杏儿。恭喜胡杏儿！哎呦，
吓到了我，谢谢谢谢。凯哥导演给了我这个 S 卡，我完全就是从这个地狱又跳出来了，然后简直现在是在天堂上面在飞，很开心很开心。我那时候没见过他，胡杏儿，我很好奇他演戏是什么样的。那么我今天看到了，我确实觉得非常有说服力，真好。各位导演，还有要发 S 卡了吗？有。哇，这一组的两个 S， 好厉害，都好。我觉得是给栏目。我给黄奕，我给黄奕，拿了 S 卡是可以选更好的角色，你好好掌握这个啊！我觉得我是一个面部表情管理还 OK 的人，但是我觉得我刚刚那段绝对面部表情没管理好啊，主要是前面铺垫太多了，前面各个导演啊给你一顿夸，我觉得演得非常非常好，有机会当影后的，真的演得好。我的感觉好像马上就到我了，马上我得那个发表感言了那种感觉，就感觉有一种就是影后颁奖，然后我坐在候选席的位置上，那个感觉那个嘴已经出来辣，然后结果说黄奕，我当时我就是表情是这样的。有请二位去领取属于你的 S 卡。我站这儿就好了哈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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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跟导演们打招呼吧。嗯，谢谢。哎呀，来来，我这里有 X 卡。其实我挺想给他一个 S 的，但是因为那一场三个人已经给了两个，我可能当时觉得再给一个会不会对后面的演员很不公平，但其实在我心目中他那个表演是我认为是今天我看到的最好的表演。拜拜。